手的，哇，确实呢，是非常的努力，非常的认真，嘛非常的打拼。一孔四韵，一零四韵呢，第四条的，这位选手呢，就已经来到咱第五首的喽。啊，这一零四韵编号呢，是咱的陈荣庆先生，非常的恭喜，这是咱的孤军鬼关队。选手请注意，只要你要去记迄支签，请你把下边的字啊红布条绑落来，顶绑你的腰，这支才算你的。哦，安全带也要扣，安全带请扣上。一定注意，你爬上高签，伊请你将红布条绑在你的身躯，迄支签就是你的，无绑无剩下，请拍档的注意。来，即卖咧，伫咱金钟甲四级的当中咧，看到咧，咱山边市，山边市第二条甲第三条，即卖咧已经陆陆续续咧准备要来倒翻平，咱就来看到第五条甲第六条咧，嘛已经向向前来。啊，即卖咧，这应该是第五条的选手啊。来，咱即卖咧，要不要继续收个镜头咧？今日伫咱宜兰友善电视公司呢，全程的转播当中呢，相信呢，我们宜兰县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呢，您跟我都一样呢，都是非常的兴高采烈，而且呢，是非常的激动，也非常的感动。现在呢，我们看到呢。准备呢，记下顺风旗。今摆呢，要来比这个呢，是元祖武林城镇，是咱三摆呢，把大哥哥都特别调入到七班，哦，调入到四班，两千块的特别奖金。好看，好看，真好看。上高调，咱的二零一五年好声唱歌的活动，咱的好山好水好人情，好山好水好热情哈，好咱的好山好水好热情。那么要透过着咱风扇的声音哈，你可以期待呢，打打来跟咱的现场哈，走过路过的千万不要错过哈，大家的站好，停车位，赶快就定位，大家共同来见证着咱的文化。慈善共同来见证着咱历史上的一刻，那么呢，共同来看到呢，啊，咱这里这呢，四个白穿生气呢，他们是呢，英姿焕发呢，哈，威风凛凛。请裁判注意，每一条裁判用伊时间较实际哦，麻烦一点，谢谢。好，他说好。现在咱看到今仔日呢，所有选手的表现哈，会当讲予咱的大会感觉非常的安慰。但是呢，嘛感觉讲吼，这个困难度是不是爱个提升哈？这个每一位选手呢，透过平时的练习，和选手呢对着咱这虽然挂了高高高旅游的这个高挑呢，但是对伊一丝仔都无影响哈。咱的头手呢，也过伊着八分外钟的时间呢，创下咱唱歌以来打破着咱的历史记录哈。这咱的困难度一年比一年不断的提升，但是咱的选手因的速度因的技巧呢，一年比一年搁较提升，所以呢，咱一个话。一零三一，请你注意，请你注意。我要说你要设计啊，我要说他要去设计的啊。哦，迄真大哦，这。即摆咧，咱第三名选手咧，伫咱的武林整镇的顶面，也就是咱大哥哥甲大妈咧，所加买42,000块钱的加码奖金上面，即摆咧看到咱的选手咧，已经咧属于金细细的机啊咧，已经连接出来。另外咧，伫其他的五千块的当中咧，咱再度向下来的个人。掌声来鼓励鼓励他，谢谢。
挑，第二挑，三九要落来，第二挑，三九要落来。云梯车的。我们每一位选手呢，加上去枪吊枪，来第二挑，第二挑，三九要落来。我们每一位选手呢上去可以取两个孤站，因此呢，我们总共上面有13站，换句话说呢，2×6=12，那么当第七位选手上去，他只能取一个站。我们现在已经上去了5位，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剩下两位选手是哪两位。韩北啊，谢谢啊，韩北啊。是的啊，啊，咱第三手呢，即马已经有5位来甲咱倒翻倍成功啊！啊，咱的所有13座的高铁在咱的高铁顶端哦，这是经过着咱所有的力量朋友。好，我们再来确认一下，是不是我们第三组的上去了？哇，倒翻倍成功！我们恭喜恭喜！请将第四条，第四条，前面总安全手扣放下来，第四条，好看，好看，第四条。今晚呢，记住咱5000米。第三条，第四条，前面总安全手放下。第四，请将安全手放下。请各位上去选手注意哦，你们上去以后呢，麻烦你们请把安全手放下来。让下一个选手上去呢，可以扣安全扣，谢谢。哇，南洋体院人才济济哈，那张兵完成呢，人才济济哈，大家来数啦。第三条安全锁。我告诉你啦，你安全锁可能唔对，爱设外口啊对。安全锁啊，可能你外口，你从你房底伊爬袂起哩。安全锁，第四条安全锁，请放下，重新再吊一次。好看，也帮你往后去了，帮你往后出来。丢，往后，来第三条安全锁，好看，第三条安全锁。